些男人帮们到底多会玩。节目上罗志祥饰演的朱碧石一举深入人心，天台的戏份堪称模范。他不要脸，这震撼全场的演技，朱碧石蛇蝎美人当之无愧。罗志祥为了取得箱子，不按套路出牌。好，都不要玩了，你承认了，耶、这下好了，谁也别想玩，就连导演组都要砸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任务。孙红雷破坏节目规则是常事儿了，即使被节目组绑住手脚，他也能用身边道具破坏掉。哇！线索藏在冰块里，孙红雷使用一贯的作风。哦，什么叫唾手可得？这就叫唾手可得。孙红雷暴力破冰不是第一次了，节目中将手机藏在大冰块里，这可难不倒他。黄磊也如出一辙，只是极限三阶的黄渤这时智商莫名下线。再来一下，坐，差不多了吧。哇，即使没有嘉宾，没有任何节目环节，他们都能互坑队友。他喝酒，他不停的喝酒，你知道吧？他喝酒就讲究一直喝，是吧？还有焦虑，打游戏又喝酒，莫名其妙。两个加在一起喝游戏，这瓢少了，你看。来，打游戏，喝酒，都难，喝酒难，喝酒难，喝酒难，来，喝酒难，来，我牛奶。所以，你们觉得极限挑战有剧本吗？